路政署在今個月的15日在深圳灣公路大橋進行呢個例行檢查嗰陣時候，係發現了係往香港方向的行車線的一條高架橋梁，其中的一條外置的預應式鋼纜咧係截斷。咁我哋睇過嗰、那個斷裂之後的情況咧，我哋初步估計咧嗰、那個可能是因為個鏽蝕的原因咧，係導致嗰條鋼纜截斷嘅鋼筋嗰、那個。在個橋梁裏面是截斷咧，這個都不是一個常見的現象嘅。截斷的預應力的鋼纜咧，個直徑大約是160毫米。呢一段高架橋梁咧，係以混凝土的橋板咧，係架設喺橋墩上邊嘅。並且係以多一條嘅內置式同埋外置式嘅鋼纜咧，係去連貫造成呢個結構嘅組件嘅。經過我哋嘅檢查之後咧，冇其他喺呢一條橋嘅其他嘅鋼纜咧，我哋係發現唔到有任何異常嘅情況嘅，亦都係確定咧係冇結構嘅安全嘅。